哎，几个？要抱着吧。哎呀，什么东西？啊，修呢？哎呀，不要吃，我吃。就跟你讲说他会吃。啊，就这样。先吃。啊，挂着挂着。饼干先吃了。那开始。哎，要加什么？满四个月，再过一个多小时，我们就满四个月了。满四个月了，我们要去庆祝，要去吃大餐。我们要去吃大餐呢。阿母母吃饼干，阿母母现在就先吃了。自己吃饼干了，哎呀，真可怕！天哪，真可怕！来，你们在他背后了，你们站在他背后，蹲在他背后。妈咪抱，妈咪抱，来，妈咪抱，妈咪抱。哎呦，阿婆吃，阿婆呢？阿波娜，还没对焦，做好没？不好对焦。来，阿波肉，阿波肉，来，阿波吃啊哈！来来，再来一个饼干，哎呀，修呢，修呢，修哒哒，好你妈妈每你个星期的，怕星期的双胞胎回来，因为妈妈喜欢一个女生。所以我们就新一个男爸，新一个小妹妹啦！啊，哥哥好高兴啊，要做哥哥了。阿妈，明年要生一个一对龙凤胎哦，一个是哥哥，一个是每一个弟弟，一个是妹妹哦。龙凤胎是基本上。好了，换爸爸吃。来，阿婆来做。哦。哎呦，好了，来，好，站在这里不要动，然后这相机保持在原来的位置。哎，你不可以吃啦！你真的在吃，你好可怕。你还不行哎，你看，来，要怎么弄？扯下来，扯下来，直接用线。要不然假装啦，假装一下好了啦。那假装有扯下来，不然就拿那一块好了。哎，拿那一块好了，拿那一块，因为这样子它就空的了啦。吃完了，饼干吃完了，来。修暖修理理，好你妹你叫小弟，还是叫小妹？哈哈，讲你哪辈个就讲讲个呀？那一天我教学菜，我看过好多遍了。好了，你的饼干被吃光了，被吃光了。怪怪，嗯。怪怪，老去怪，老跳舞，老踏车，还有什么？第一名最健康，啊，怪怪尾台，怪怪，哎，我想起来，都一样的台词。啊，台，哎，都，哎，都啥？头好，壮壮。第一名最健康。哇，你的饼干好大，好的，四个月快乐。啊，四个月快乐，啊。